最近我通过 Cover California 登记攞到健康保险，我喺登记加入之前都唔知道 Cover California 系乜嘢，我到底为乜需要健保，或者我会唔会负担得起 ？Cover California 提供免费服务，帮助你喺私人健保公司获得实惠嘅健保计划，确保我哋唔单止喺紧急情况或者有病嗰阵可以有优质健康保障，仲帮我哋常保健康，好好生活。我都有一段时间冇买健保，因为保费太贵啦。但原来 Cover California 可以提供财务补助，减低我每月嘅保费。90% 通过 Cover California 得到健保嘅人都享有财务补助。所有健保公司提供嘅优质健保计划都包括基本健康福利，例如心理健康、急症护理、处方药以及儿童牙科同视力保健等。我只需要俾共付额就可以得到呢啲福利。更加好嘅系，即使我仲未达到自付额，预防性保健都系免费噶。亦即系话，我可以得到例如癌症筛检、年度体检、抑郁症筛检等各种保健护理。有咗呢个重要嘅保障，就能够喺健康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及早发现，真系放心得多。通过 Cover California 登记加入健保，仲可以帮我限制未来嘅财务风险。如果我嘅医疗费用好高，我只需要自费支付一小部分，其余嘅就由健保公司嚟俾。虽然我而家好健康，但拥有健保令我更放心无忧，因为知道我同家人都有保障，以防万一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想登记加入，就快啲去佢哋嘅网站打电话俾佢哋，或者联络邻近嘅慈智华语专员啦。所以我而家知道 Cover California 系乜嘢啦。他们是要帮我们找到负担得起的优质健保计划，让我们受到保障。没有东西是比这个更重要的。